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学习《法句经》故事，还有佛陀的法语，让我们从佛陀教导弟子们点点滴滴的详细的内容，让我们可以对照自己的生活行为规范，也可以说，让我们从我们自己亲身的点点滴滴来对照佛法的修行，所以是非常的亲切，而且非常的实际，也觉得哦，我们学佛除了了解道理，我们还要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行为规范里面，所以我们在《法句经》故事集总共有26品，里面已经进入第18品垢慧品，那每一品里面的内容有很多是圣者很精进修行这样子的典范，那也有呢就是一般的信徒在家中他们的行为都是经过佛陀的指导教化而改过，那也有一些是比丘，那他们还没有证到圣果，他们的行为也是有一些像我们普通的人会犯错，所以呢我们从这一些的故事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有向上学习，啊，也有呢，让我们反省的地方。所以在第18品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单元，主角是一位打诳语的比丘啊，这样的一位出家众啊。那在《法句经》的故事里面，都这么真实的记录下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修行是很实际的，那佛教的记录呢也都是非常真实的，不管是有好的也记录，那不好的也记录，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学习的人都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基础，那其实我们只要好好老实的修行，那还是可以有进步的，主要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啦。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单元了。那先看看配对故事的法语，提到的是经文不常唱诵，容易遗忘；房屋不常照顾，容易腐坏；怠惰会破坏美丽，放逸是护卫者过失的原因。所以这个法语主要让我们知道，在学习佛法，我们要从经典里面才能够了解经义啊。所以呢，经文要常唱诵，也就是我们了解佛陀在
讲经说法，这样子的内容里面才是真正的教化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从诵经当然可以得到经文的法力的加持，那我们也要从经文里面能够了解到底佛陀所说的经文的道理是什么，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深入经藏，能够得到法义，这样子呢，也就是增长我们的智慧了。所以经文要常唱诵，一方面是能够让我们啊经常做功课，然后也对经文能够流利，然后懂得经文的道义。那如果不常唱诵呢，当然就容易遗忘啊，那也对佛法的真正的道理也不了解啊。所以在这一句法句的下面的譬喻，又用房屋来做对照，就说我们可以看到的实际的一栋房子啊，如果没有常常照顾呢，就容易腐坏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法义，就好像是在建房子一样啊，那我们要常常去维修，就要常常去体会佛法的道理，那去诵经啊，那能够把这个房子就是维持得很好。那如果我们没有去经常的唱诵，那容易忘记经文，那房屋没有照顾，当然也容易腐坏了。那这个好像是啊非常简单的道理啊，啊，可是佛陀呢讲这样子的经义，最主要的是因为也有放逸的人，所以后面的法句就讲到说，怠惰会破坏美丽啊，所以就是跟着譬喻的房屋来说，如果我们可以照顾那房子，它当然就可以保持这个房子的美观啊。那如果我们不常照顾，那就是怠惰啊，啊，就是我们懒得去经营啊，懒得去在精进的修行啊，那这样子呢，就破坏美丽。那放逸是护卫者过失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了解怠惰跟放逸都是在一种坚持不断的努力而有缺陷的，就是我们不想再用功啊，或是我们不想再继续去深入了解啊，或者是继续在对佛法的信心，那这样子呢就是怠惰，就是我们啊就是终止了，有间断了，那这样子呢也是放逸，所以这样子就是开始有破坏的开始了。所以在经文的开示啊，就针对我们能够坚持不断，对于啊学佛，我们诵经啊，了解经义，我们应该要持续不断的。那修行能够关照自己，那我们也要多了解经义啊，才能够提升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这样子的能力啊，因为我们的观念才能够导正我们的行为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呢要靠诵经了解经义，才能够提升我们的见解啊。所以正知见也是需要闻跟思啊，然后我们才能够确实的落实修行嘛。所以诵经了解经义这一块啊，就是我们说的三种智慧，闻、思、修，前面的啊部分，也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修正啊，
那我们就要靠理解佛陀还有圣贤跟我们的三知士他们的经验，他们所证悟的，让我们当作一个学习的指标，就好像是地图一样啊。我们还没有到，可是我们需要一个引领的这样子的一个指导，所以我们还是闻、思、修三种啊，都要配合着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其实也会很多的不同的状况。刚刚开始，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佛法很深啊，啊不了解啊，啊就会觉得好像很难啊，啊所以好像举步维艰呐、啊，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用功啊，所以也常常会想退堕。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哇，我们好像有一点收获了，那我们开始有法喜啊。那我们会觉得说，哦，那赶快努力冲啊冲啊，然后冲了一段时间，又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学了这么久了，也没有成佛啊？哎，好像也没有开悟啊，那又开始有退失信心呐、啊，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子到底对不对啊？啊，我们又开始怀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又停顿下来，啊，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都不要说啊，有时候我们还遇到真正的困境啊，啊，如果有人来批评我们啊，或者是给我们讲几句说，哎呀，你学这样有什么用啊？哎，我们又打啊退堂鼓啊，哎，那这一些呢，都是会造成我们有怠惰或者是放逸的原因。那有时候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啊身心的困惑啊，我们。很累啊，有时候身体生病啊，或是有遇到一些啊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心情不好，我们也会觉得，哎呀，算了啦，我们就啊，好像啊就有退堕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所以呢，这些的情况呢，也就是我们学佛过程里面呢、啊，都有可能的现象。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人生，我们要有一种啊对照的啊一种比较啊，也就是说，到底我要不要修行啊？如果我不修行的话，那我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子轮回啊，那永远都是在这样子的迷糊啊痛苦里面呢、啊。所以呢，我们随时都要。用这样子的一种好像会有智慧的这种啊对照啊来勉励自己说哦你看啊如果我们不修行了、啊、那我们又开始啊堕落了那这样子就是啊也是很苦啊那倒不如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精进啊啊就是辛苦一点啊那还是要打起精神啊啊所以这些怠惰放逸呢，是我们凡夫的常情啊。可是我们也要努力来鼓励自己啊，我们还是要勇于向上啊，啊，这样子来勉励啊。那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对佛法具足的绝对的信心的时候啊，那不管我们遇到任何的这一些的困境啊，或是我们自己的身心的障碍啊。那我们呢，就是有一种正确的观念，永远带领着我们呐、啊，啊，那所以在大乘的佛教里面，还乃至我们要发菩提心，要发愿，那在普贤菩萨恨愿品里面，也就是我们就用我们的愿来做我们的引导了，也就是我们一定要啊往这样的善的方向。要往成就菩提心的方向，然后勉励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啊，不管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做什么样子的工作，怎么样子的地位啊，啊，那我们永远都是用这样的善愿来做引导，啊，所以
在经文里面谈到的怠惰放逸啊，我们看起来也好像也很简单呢、啊，可是呢，我们能够细细的去体会说，我们没有进步啊，或者是我们常常对佛法产生的这一些的怀疑呀、啊，那也都是因为有怠惰放逸的心呢、啊，而引起的，所以。我们能够用这样子来看待的话，我们也会就是感恩佛陀啊，对于有任何的状况的时候呢，佛陀的开示啊，都是一针见血，都是能够对我们有指导的作用都不是说我们一般只是随意的就是讲讲。一种敷衍的话了，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啊，我们有时候回答的并不是正确的。像有的人他会说：“哎呀，没关系啦，那或者是说：“哎呀，这个随缘就好啦。”那这一些呢，都是一种泛泛的，没有针对问题所在而提出有见解的这种。一种回应所以我们看到佛陀对每一件事情呢，他都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提出呢来看待是怎么样的情况，乃至会提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来改善呢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接着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故事啊。是一位打诳语的比丘，而且这个比丘呢是有记录名字的所以我们在《法句经》故事里面呢，有一些是没有名字，有一些是都很清楚的有名字的记载那就表示说这个都是当时的真正的历史人物那这个比丘呢？他是在舍卫城这个地方那因为呢，他常常就是听到很多人赞叹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他们两位说法非常的殊胜所以呢，这位比丘他叫做拉鲁达依拉鲁达依，那他。常常听到人家赞叹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他听了以后呢，他自己呢，倒反而这个反应是觉得说那他们赞叹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那如果他们也来听他自己说法呢，也就是拉鲁达依他就觉得说，哎，那他也可以说法。那让这一些赞叹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的这些人来听的话他们也一定会赞叹他了所以这种呢，应该也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有一种看到人家好，他也觉得说我也要跟他一样好只是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像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的这种说法，还有修行的能力呢？所以大家也不知道那只是呢，他就是希望人家也听他说法，那也是希望人家像赞叹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一样来赞叹他所以他这样子去。跟大家讲他就就是希望人家也来邀请他嘛。所以经过他这样子的这种宣扬以后那人家也真的去邀请他说法。可是呢，这位拉鲁达依呢，他就一站到的这个台上他就不知道怎么讲就等于是他根本就讲不出来了。所以呢，邀请他的
啊，说法的这些比丘啊，他们呢就啊觉得说，哎，怎么也讲不出来话啊？那他们也想说，好吧，啊，那就啊再给他一次机会呀、啊。可是呢，接二连三呐、啊，他每一次都上了台，还是一样，都没办法开口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啊，这些听众啊，他们就开始，啊，就觉得非常的啊，就是不耐烦了、啊，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上了台都不讲话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就觉得说，哦，他其实是骗人的啦，所以就开始骂他了，啊，而且骂他说，啊，你这个大笨蛋呐、啊！啊、哦，我们赞叹舍利佛跟大目犍连尊者的时候，那你每一次呢，都大言不惭地说啊，你也可以像舍利佛跟大目犍连尊者一样说法，可是你现在又讲不出来一点啊，这个佛法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拉鲁达依啊，被大家这样子啊痛骂了以后呢，哇！他真的是没有面子啊，啊，就下了台呢，就赶快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就等于是我们一般人的啊的这种好大喜功啊，就喜欢呢像人家一样出名，或是人家一样得到赞叹呢，啊，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真正像别人啊？的这样子的能力呢，我们就有时候就啊没有去想到这个实际的内容，也就是人家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人家的赞叹、人家的恭敬，他是名至实归，也就是他有这样的名誉，是因为有被人家赞叹的实质的内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人家的真正的得到人家的赞叹是有辛苦的内容的，那我们就应该是去学习他怎么样子能够达到他的这种得到赞叹的这个结果啊，他是怎么样子努力的过程，那我们应该是学习这个部分。而不是只看到人家的这个最后的啊成果，而只是羡慕，或者是乃至呢，就像拉鲁达依说，哦，他也大言不惭地说，他也可以啊，像舍利弗跟目犍连尊者讲经说法。所以呢，佛陀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啊。对这件事情啊，有所开示啊，他就说拉鲁达依呢，对佛法所知不多啊，他不知道经常复诵经文，也记不住任何的经文。那由于呢，他没有复诵，就是重复的一直去啊诵持所学的经文，所以呢。他对这些经文就越来越生疏了，所以佛陀的教导啊，他真的是这种核心的教导，也就是讲到啊，拉鲁达依呢，他应该是要能够经常去唱诵，可是呢，他没有这样子用功了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开示啊。就是能够针对拉鲁达依，他如果真的要像舍利弗跟大目犍连尊者一样的能够说法，这样子得到大家的赞叹呢，那他就是要经常复诵经文，然后呢，要能够记住这些经文，那对这些经文呢，就越来啊越熟悉。这样子的道理啊，啊，所以我讲，对于《法句经》的这一些内容啊，
啊，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的话，我们也可以啊，把自己的这一些啊不切实的习惯呐，哎，可以把它导正过来。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能够真正的精进用功啊，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好的结果啦。好，那我们也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新逢药师佛圣诞，慈悲置业花莲分会旗舰药师法会，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12到13日上午9点开始，14到16下午1点半开始，恭送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恭请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18日早上9点开始传授八关斋戒，下午1点半开始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主讲。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礼拜药师宝忏大甘露施食，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我们再继续来学习《法句经》故事集跟对照的法语。我们
这个单元是第十八品，垢秽品，也就是肮脏，就是我们心里的贪嗔痴烦恼。那进入的是第六个故事，我们先来看法语，是提到不知羞耻、鲁莽如乌鸦、诋毁他人、粗鄙邪恶的人生活随便、知所惭愧、清净不染、谦逊清净、观照察觉的人生活戒慎。所以这个法语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关照，要能够有羞耻的心，也就是我们知道事情的是非善恶，能够自己检点自己。所以有羞耻，就是自己就知道不对的事情就不应该做，那自己的行为自己能够负责。那鲁莽呢，也就是自己的习气啊，喜欢做什么就不管别人啊，那就直接啊，做了侵犯别人伤害别人的事情就粗粗鲁鲁的，就是只有以自己为事，就是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从来都不会去想到说我们这个啊，所有的世间的事情啊，都是互相牵连、互相影响的啦。啊，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会造成人家的伤害的，啊，我们就不应该做啊。所以呢，这里谈到的要啊羞耻，如果我们不知道有羞耻的心，那行为也是鲁莽自以为是，那就好像是乌鸦一样啊。那在动物里面呢，因为同样的鸟类啊也有不同的习惯，有的就觉得很安静啊，啊，像我们有时候啊在这个山林里面呢，就会觉得哇，看到啊这个啊好像有一些鸟啊很漂亮啊，安安静静的啊坐在这个树枝上面呢，可是也有一些鸟呢就好像啊叽叽喳喳很聒噪啊，那有的声音也很好听啊，所以我们赞叹说啊这个声音好听的是黄莺啊，因为它的声音优雅。可是有的就像麻雀叽叽喳喳啊，就听起来没有韵律。那尤其是乌鸦，哇，那个声音又粗又低啊。那所以我们中国人啊跟这个印度人呢，他看到这个乌鸦都觉得不吉祥之物啊。啊，那尤其乌鸦呢啊，那在这个我们啊经文里面还有说这个刚刚出家啊，啊，沙弥啊，啊，他就是要去赶乌啊，他就是要去这个田园里面呢，啊，因为乌鸦会去吃这个稻米啊，啊，所以侵犯这个好的啊这个农作物，然后声音又聒噪啊，所以就等于是害人，然后呢自己的行为啊又粗鲁啊，所以用这个乌鸦来做譬喻啊。那另外呢还有呢下面又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人啊诋毁他人、粗鄙邪恶，这样的人呢他的生活是随便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跟他的生活品质应该是一致的啦，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是常常要批评毁坏别人的名誉，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伤害别人、邪恶的事情，就是啊这种侵犯别人、
啊，让人家造成恐怖啊，这样子的伤害的，这样子的人呢，他的生活是随便的，因为他不能够去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啊，那他自己本身应该也是随随便便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前面的啊地方呢，是提到的是啊不知羞耻鲁莽，也就是他自己的行为啊，他的性格啊，就是不懂得评判是非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啊尊重。然后呢，下面又提到的是他乃至还要啊毁坏别人啊，破坏人的名誉啊，伤害别人啊。那这样子呢，他自己本身也是生活随便的，也是他自己也不会自爱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法语啊，就是对于我们啊一种生活的这种啊一种引导啊，就是我们要能够呢，对于啊自己的观念也要培养，能够有知道啊是非善恶，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行为呢也要检点啊，就是要谨慎啊，不要去伤害别人。那这个法语下面还有一句法语提到的是知所惭愧清净不染，谦逊清净观照察觉的人生活戒慎，也就是我们要能够知道是非惭愧检点自己啊，那能够我们所做的事情呢都是清净无染啊，就是没有去伤害到别人啊，那能够谦逊啊，对我们自己的这一些行为啊不要太标榜自大，而能够觉得说我们所做的都是应该做的，然后呢我们因为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还要再继续学习来充实提升自己，那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沾沾自喜啊，都觉得哇自己很了不起啊。所以谦逊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自己懂得继续努力，所以我们就会谦逊。然后保持清净，也就是我们的心呢、啊、不会啊贪得无厌啊，我们的心呢都不会去啊想要我们啊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啊所以就是心无所求啊，心无欲望，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啊常常关照察觉自己的人呢生活戒慎。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法语来对照啊，正好呢就可以看出来啊，就是一个会伤害别人的人，那他自己本身呢啊也不管是非善恶啊，那他的生活就是随便的啊，就是自己本身呢就是没有这么谨慎啊。那相对的，如果是一个啊有惭愧心，然后自我能够检点自己的，那么他的生活呢就是戒慎戒举啊，也就是我们很小心啊。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如履薄冰啊，啊就是我们好像站在啊这个啊冬天呢、啊、这个湖水上面结冰的这个冰块上面呢、啊，啊，那真的是要很小心呢、啊，不然呢，就一用力一踩，啊，这个薄冰就破了、啊，那破了就会掉到这个湖水里面呐、啊，啊，所以我们好像每一个生活哦，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啦，啊，在这个世间呢、啊，其实很多的考验呐、啊。那我们啊，如果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那我们
所做的事情都很小心。那当然我们也都是学习来的了，那有一些也许我们经验不足啊，那或者是我们修养真的不够啊，可是我们有遇到了这一些的啊对境，那我们就要来借以学习。所以其实人生生命啊是给我们很大的机会啊，也就是说我们生来这个世间啊就是要来好好的学习，学习好的，学习把自己怎么样来把它修正啊。所以我们前面的单元就有提到说，我们啊能够具有的智慧，我们要时时刻刻随时随地去修行关照自己啊，就好像是一个啊金匠啊打金子的这个工人师傅啊，啊他要把这个金矿打成金子也不能够停顿啊。所以我们的智慧就好像是一块金子一样啊，只是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金矿而已啊，啊所以如果能够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这样子的对照，说哎呀我还是选择要好好的修行好，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懈怠。那另外我们自己本身啊也应该要培养一个正确的一种观念生活模式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是对于我们啊一个做人呢是很重要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从各种的这一些的啊生活经验呢、啊、都是让我们来学习的。那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有立下这样的决心呢啊，那我们随时提醒自己啊，那生命总是给我们机会啊，总是让我们能够进步的啊。那我们再从法语里面呢、啊、来看这个故事的内容啊，提到的是一位行医的比丘。那这位行医的比丘呢，他实际上是一位小沙弥啦、啊。啊，那这位小沙弥比丘呢，因为啊，他懂得医理，啊，他就可以去帮人家治病，啊，他大概学过了，啊，这个医药的这个病理啊，所以呢，就有一天呢、啊，他看完了一位病人以后啊，在回去的路上就遇到了舍利弗尊者啊，他就向尊者说他自己啊因为就帮人家医疗的这个病以后啊，他就获得了一份非常美味的食物啊，那被他医疗的人就是供养他这么好吃的食物呢，就当作是给他医疗的报酬啊，啊，所以这个小沙弥比丘呢，他就邀请舍利弗尊者呢，跟他一起来分享这个美食啊，啊，可是呢，舍利弗尊者啊，他当时呢，就一言不发的就离开他，啊，就离去了，啊，那舍利弗尊者呢，所以不接受这位小沙弥比丘的食物呢，是因为啊，这位小沙弥比丘他是违反了比丘不可以因为个人的利益而从事医疗行为的戒律啊。也就是说啊，在出家众啊，不能因为要得到人家的什么报酬啊，就是要得到这个利益啊，而去啊从事医疗行为。那相对的当然也不会去做啊，好像要去做生意啊获得这种利益的这一些行为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就等于是说这位小沙弥比丘他是懂得
医术的啦，他是可以医人。主要的是他就是以得到人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啊美食啊为他的利益的目的的话，那就是不对的啦。啊，所以舍利弗尊者呢，他当时是听到小沙弥比丘告诉他说啊，他去帮人家医疗了以后呢，啊，那么得到这个美食作为医疗的报酬，那这样就不对了。那如果是当作一个报酬啊，那就等于是有条件式的、有利益性的啊，那这样就不对啊。所以舍利弗尊者呢，他是一个真正有修行证悟的啊的尊者啊，所以他当时一听小沙弥比丘这么说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去呵斥这个小沙弥比丘啊，所以他是啊默默啊无语啊，就一言不发的就离开了。那他离开，当然小沙弥比丘啊，他就会去反省啊，主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戒律呢，是佛制定的，那大家是应该要遵守的。所以舍利弗尊者呢也没有开口啊，那小沙弥比丘呢，他应该也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啊。那在这个故事，佛陀啊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佛陀就是对这个事情呢也有指点啊，所以这个内容呢就是跟我们的这个法语啊就是有一个啊相对的一致性。佛陀就说，比丘们啊，无行比丘就是没有修行啊，就是行为不检点，或是行为没有符合佛法修行的这样子的规则的啊，那就称作无行比丘的身口意不清净啊。同时傲慢的像一只乌鸦，他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舒适的生活。那相反的，知道羞耻的比丘日子艰困。所以佛陀呢，他听到的这位小沙弥比丘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这位小沙弥比丘呢，他当时跟舍利弗啊讲到他得到这个美食的这种医疗报酬的时候呢，他应该是态度上面也有一种啊沾沾自喜啊，啊很傲慢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吧，啊就表示说他很了不起吧，啊他因为可以帮人家医疗啊，然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样子的人家给他的好的食物做报酬啊。所以在这样子的行为呢，主要的也就是他的心态上面呢就不是很重视修行，而变成呢以这个医疗为主，然后又以因为他能够去帮人家啊医疗而得到人家的这种报酬啊，他就变成是以这样子为沾沾自喜啊。那所以佛陀就认为小沙弥比丘呢，这个就是无行没有修行的身口意啊，而是不清净的行为了，就是他的态度就是已经偏离了啊修行为主嘛。如果他是啊帮人家医疗，是完全是看在人家的痛苦上面，那人家给他的报酬就像乞食一样，那人家也会给他食物，那他就是啊就是当做一份食物就好了，他就啊吃了，那就没有特别说啊是因为他去医疗而得到的特别的报酬，那就好像他真的是把这个医疗是当做一件
他的职业了，就变成他特别的看重这件事情啊，那就不是以一个出家众应该是修行为主的这样的考量啊。所以呢，佛陀又说，同时啊，他就傲慢的像只乌鸦啊，他会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舒适的生活，那就是佛陀就很严厉的说，他这样子沾沾自喜那么就以这个医疗而得到人家的这种美食啊，就好像很骄傲啊，就像乌鸦一样啊。那乌鸦呢，它不是自己去努力啊，去啊就是得到报酬啊，而是它去吃人家种好的稻子啊，所以呢，它就是利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取舒适的生活，那就等于是说，这个小沙弥比丘啊，他也是贪着人家的供养好吃的食物啊，而去好像很高兴的去帮人家去医疗，然后去获得这样的报酬啊，所以这个是心态就不正确了啊，所以佛陀还讲说，那相反的呢？知道羞耻的比丘啊，日子艰困，那这个相对的，也就是，跟小沙弥比丘相对的，就是他要供养的舍利弗尊者啊，那他就不接受啦，所以呢，他一言不发的就离开，所以舍利弗尊者呢，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是好吃的食物啊，就跟着这个小沙弥比丘就一直吃啊。就离开。那当舍利弗尊者就是要循着一样的托钵乞食那食物就是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啊，也不是特别为他准备煮的美食啊，所以呢，他的生活是艰困的，也就是很辛苦的、辛劳的啦。所以对于这些的情况呢，那佛陀呢也用很适当的这种教诲啊，就让我们知道哦，这个小沙弥比丘是一个就是傲慢，然后呢就是偏离了修行这样子的不清净的行为。那舍利弗尊者呢，他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清净知道羞耻的这样子的一种谨慎的态度，那即使我们的生活是艰困困苦的，可是呢，我们也乐在其中啊。所以这一些呢，其实也都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啦。也就是我们不要为着说要生活的舒适然后呢就失去了行为的原则。那尤其我们要以修行为主啊。那我们更要呢，能够就是安于淡泊那生活苦一点，那我们的心是能够关照觉察、谨慎，那这样子才是好的那我们要把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传真：0398987870398987，0398987870398987。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药师宝忏护生小蒙山，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0728202278，0728202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恶行成100万倍，佛教慈悲置业年度共生护生总回向，12月28日星期四，新逢阿弥陀佛圣诞前夕，举办精进佛衣，早上9点开始，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12月29日星期五，三十系念超度法会，上午9点开始，恭请新义法师、慧泰法师、广护法师共同主法，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